好，我们接着看。好，那么这些比丘去跟舍利佛讲，希望尊者啊怜悯这个夜摩迦比丘啊，那么去劝诫他，让他舍掉这个邪见。这个时候，舍利佛啊知道了，然后早上啊，那么大衣持钵，然后去乞食啊，每天早上都要去乞食的啊。那么这个乞食完了啊，那么就出城啊。出这个舍卫城，然后回金色啊，那拿这个衣钵去到这个夜摩迦比丘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时候夜摩迦比丘远远见舍利弗尊者了，就赶快啊为他准备座位啊，那么给他洗脚，然后给他用一个小板凳。啊，给他放脚，然后就恭敬的欢迎啊，这个舍利弗，然后给他拿衣钵啊，那请舍利弗啊坐着。那我们会发现到啊，那有很多就是他的这种礼节啊，啊，就是非常的尊敬。那舍利弗啊坐了之后啊，那么就跟这个夜摩迦比丘说：“你实奴实作如是语。”你真的有这么说啊？那么，因为他还要再做确认啊，因为别人传啊，他说什么，他说什么，到那边还要跟他做确认啊。那么，你确实有这么说啊？我了解，知道世尊所说的法。那么，他的意思是啊，若尽阿罗汉，身坏命中，就这一生啊，命尽了，那么就永远不存在了，无所有啊，就完全消失了，永不存在了。夜摩迦比丘就跟舍利弗说：“是的，啊，尊者，我确实是这样说。好，那你看舍利弗去啊，不是像那个比丘说，你不要再这样说，你这样说是毁谤世尊没有？他要讲，那我哪里毁谤了啊？我哪里不对了？你要跟他讲啊！啊，你看舍利弗就是跟他讲。好，那么他要知道啊，那要知道他让他知道错在哪里。那啊，舍利弗就跟他讲：好，那我现在问你啊，那么你。”依你所了解的回答我，就你知道的回答我，就你想的回答我啊。那么夜摩迦啊，我问你，色啊，我们这个色身是常还是无常？我们会发现哦，这个多数都是这样讲啊，就是色，就回到五蕴的本身啊，让它从无常入无我啊。那这个无我也不是断灭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，他说这个色身是常。还是无常啊，因为我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啊。那你说这个身坏命中啊，更无所有啊。那先来了解那这个身心它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个色身是常还是无常？那夜摩迦就回答说：那么是无常。那这个又问他：若无常，那是不是苦？他说是苦。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无常就苦？无常也可以不苦啊。基本上，因为你有我见，有我爱，那最终你执我，这个我要消失了啊，要身坏命中了，你就会苦，最终会这样。那么对于你所执取的境界，它变化，你也会以为苦。那么最终是因为这个身心你不能掌握了，你要消失了，你要死了，那老病生老病死啊，那么这个是。根本上的苦，那么你所缘的境界啊，那么这个愿憎会爱别离，人愿憎会爱别离是求不得啊，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苦。好，那这个说是苦，那又问若无常苦，它是生灭法，是变异法，就不是恒常不变的。那么常常听闻佛法的这些弟子啊，那么他还会在这个。五蕴中见到有恒常不变的我啊，五蕴即是我，他会认为这个色身即是我，因为色身是无常的啊，是苦的。那么我是恒常自主独一的，那么色身是无常不自主，而且是缘起的和合的，所以它跟我的定义跟不一样。所以色不即是我。那蕴色受想行识不即是我，也不是离开这个色受想行识有一个我。那么一般来讲，见
见是我，那即就是即是我，色受想行识即是我，通常都是断灭的，因为色即是我，那么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个我就是只是现在这个色受想行识短暂的，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这样也是啊，这样其实它就是也是错误的一个我见。好，那他就说，那你还会在有你会在这个五蕴当中见是我意我相在吗？啊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他说不会啊。那后面受想行识依附如是就是啊，合起来讲就是你还会在五蕴身心中见有我啊，那么意我相在吗？啊，那一般说的就是是我意我相在。那又问他，那夜摩家色是如来也，色即是如来吗？啊，这个像《金刚经》讲的啊，那么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吗？啊，那么如来可以三十二相，如来可以具足相见吗？啊，那么他说这个是一般，就是前面是一般的说法，后面就比较不一样了啊。他说，那么色即是如来也，那么回答讲啊，不也，尊者舍利弗。那不是，那么受想行识即是如来也。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因为他说阿罗汉，如来是阿罗汉，如来是阿罗汉。那么如果色就是如来，那么如来灭后就怎么样？无所有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现在色既然不是如来，那怎么如来怎么灭会无所有呢？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他通常是这样，无蕴。那前面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啊，那五蕴色受想行识，那一一讲，那合起来讲，其实就是这个五蕴身心啊，它是是我意我相在，是我意我相在，啊，合起来是二十种身见。那么现在是就这个来讲。色是我，受是我，想是我，行是我，识是我。如果色受想行识是就是我，那个这个五蕴无常，五蕴无常。那色受想行识是我，那么所以他在的时候是我，那么无常生灭不在了，生的时候，无常是生灭嘛，生住灭。那么生的时候是我，那住的时候是我，灭的时候就不是我了，就不存在了，无所有了，就无所有了。可是色受想行识不是我啊，所以他既然不是我，他怎么会是灭后就无所有了？是不是？那我们往底下看，那么他这里讲啊，那么。又问啊，那么他就问色是如来吗？不是，受想行识是如来吗？就是五蕴是如来吗？不是。那么好，那夜摩家意色有如来耶，离开这个色身有如来吗？离开这个五蕴身有如来吗？也没有啊。那一般就是即蕴我离蕴我，好，那即蕴我是断见，离蕴我是常见，一般是这么说的。那复问色中有如来耶，这个是什么？相在啊，就色中有我，我中有色了，就相在。色中有如来也，受想行识中有如来也，就蕴中有如来吗？啊，也没有。又问，那如来中有色吗？那把我换成如来而已了。那如来中有受想色受想行识吗？也没有啊，就是相在。我中有蕴，蕴中有我，我中有如来啊。那么就是蕴中有。就是蕴中有如来，如来中有蕴啊，就变成这样。又问啊，那么非色受想行识有如来也，就是离色受想行识了啊。那么有如来吗？也没有啊。那《金刚经》里面就是可以依三十二相见如来吗？那你可以说如来没有三十二相吗？也不能这样讲啊。其实是就是大圣经典，其实就是从阿含经来的，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更深入的去讲。那所以。简单讲，不是色即是如来，也不是离开色有这个如来啊。那么，
所以啊，他就跟他讲啊，夜摩迦，如来见法真实如。那么，如来见法真实如，诸无所得。那么，如果依这样的说法啊，说此生在此生的现实啊，那么就是这个色身现实的无蕴当中啊，你要找到一个啊，没有一个真实的如来可得啊，没有一个真实的如来可得。那么就是说，你要在无蕴中求得一个真实常住不变的如来是不可得的啊啊。基本上如来见法真实如啊，那也有说，那么当你在现法中啊，那么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我的时候，真实的如来的时候啊，那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个身心当中找到一个真实的如来啊。那么住无所得，无所施舍啊，那么住无所得基本上就是。那么无所施舍是说，那么并不是如来见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那从南传的解释里面，他是说啊，那么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实实际的如来，在这个五蕴身中了，在这个五蕴身中。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老师假设，从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啊，就是如。就是一般来讲，因为他在解释这个如来不在运中，不是是我意我相在，不在解释这个问题，在解释这个问题。那么既然你没有办法真正见到这个如来在是色是我，就是这个无蕴是如来啊，亦无蕴有如来。那么如来在无蕴中，无蕴在如来中。既然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无蕴中有一个如来。那你又怎么能够去确定如来灭后不存在呢？你知道这个听得懂吗？就是说，你既然没有办法在，因为你要先确定如来在哪里，你才能确定如来生坏命中存在不存在啊？是不是？那你都不能在无蕴中确定有一个如来，你怎么能就能够确定这个生坏命中如来不存在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。他的问题在这里啊，因为你说我知道如来就是阿罗汉也是如来嘛，那么阿罗汉灭后，那么就永远不再存在了。那么你会确定阿罗汉不存在？你要先确定阿罗汉现在是什么，是个什么状态，是存在在哪里？现在阿罗汉的存在在哪里？你才知道他身外命中不存在。那么你会确定阿罗汉身外命中不存在？举个例子，他现在是用如来来讲。但是他的问题是阿罗汉，阿罗汉跟如来是一样的，阿罗汉啊，如来。那么他的问题是阿罗汉身坏命中，身坏命中就不存在了，无所有啊，就不存在。好，身坏命中，身之色。命是受想行识，就是命啊，就是这个一般讲五蕴，身跟命啊，色受想行识叫做身啊，身心啊，色受想行识。那命是这个，这是像灵魂我的这个概念啊，所以有身跟命。那耆那就要讲命跟非命啊，那么就是有灵魂的部分，灵魂的这一个部分跟灵魂所附属的身体的这一部分啊，那灵魂的这一些属性啊，比如说受想行识啊，那这样，那么身坏命中，那这个生命本身，好，那么他说身坏命中不存在，那表示他生命还在的时候，他是存在咯，是不是？那他这个要先存在，就是身不坏，命还在的时候，他存在，那么身坏命中他才不存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他现在他都不能证明在这个身在命还在的时候那如来存在，那怎么能够证明身坏命中的时候他不存在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啊，他问题就是这里啊，所以你说好，那你说
如来灭后啊，还是阿罗汉灭后就无所有不存在了。那么意思就是阿罗汉还没灭的时候他存在咯，是不是？那但是他阿罗汉在哪里啊？没有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往底下看啊。所以那么陶伟他说，那么既然啊，那么这里讲的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舍啊，就是说这个如来并不是啊，就是证得这个真实法的这个如来啊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啊。啊，那么一般如是实际啊，或涅槃啊。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意思来讲，字面上意思来讲，就是已经证得涅槃的如来啊，也可以这么说了。但是南传的说法就是啊，这个宪法中没有真实的如来啊。好，那从字面上也可以说，那见的法啊，得涅槃的。得涅槃得实际的这个如来住无得无所得无所施舍，不是言语言语离言语相离心言相啊，离文字相，不是我们言语啊那个概念所能够说的所能够了知的啊。那么你怎么会去说我了解世尊所说若尽阿罗汉身坏命中终无所有啊？那这样讲恰当吗？就像我们刚才讲，那你要说好，那阿罗汉身坏命中，阿罗汉身坏命中就都无所有，都不存在了。那么意思就是阿罗汉身还没坏，命还在的时候，他是存在咯啊，有一个实在的阿罗汉咯啊。那么所以啊，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也讲嘛，阿罗汉能做四念，我得阿罗汉道果，也不能这样，没有这个实在的阿罗汉存在啊。好，所以你这样说恰当吗？为实说也，你这样说恰当吗？那明显不恰当，不合逻辑啊！啊，所以他说啊，确实是不恰当。舍利弗啊，尊者又问他：那你说我了解世尊所说，若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无所有啊？那你现在怎么又说那这样讲不对呢？你前面说确实这样讲才对，那现在你我跟你说，你又怎么讲这样讲不对呢？夜魔教就说：舍利弗，我之前因为不了解啊，没有智慧的缘故，无明不明白嘛。所以我才会这样说啊，做如是恶邪见。那现在尊者这样跟我解释过后，我已经知道了啊。那么之前不知道的，现在知道了啊。那么所以我就不会再这样想，因为你没有解释清楚，他也不晓得哦。对啊，你说那你说阿罗汉身坏命中就无所有，那意思是阿罗汉现在还没入无余涅槃之前，就有一个实在的阿罗汉哦。那一个实在阿罗汉不是有我吗？是不是？啊，那这样讲对吗？那你刚才已经讲无常无我啦，那现在又讲阿罗汉，那么阿罗汉身外命中无所有，那必须是阿罗汉身没有坏，命还在的时候是有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就问夜魔家，那如果又有比丘啊，那么这样问你，你还会这样坚持吗？啊，那么他当然就不会啊，那他就会说好，那么如果有人这样问你，那你之前你因为人家就会问他嘛，那你之前都跟我讲阿罗汉身坏命中无所有，那现在你有什么要改变了？那你要怎么讲啊？今何所知见一切悉得远离？那你要怎么回答？你看舍利弗真的是很厉害啊！所以你说，那你们他跟西方来的比丘说，你们回去如果有人问你，那佛陀教你们什么？都教你们怎么修行，你要怎么回答？这舍利弗就善于辩论啊，论义非常厉害，他能够分析到很详细。那好，那他先假设，那你一定会的嘛？你每次跟人家这样讲，人家说你这样讲不对，他还不愿意。那现在啊，你又不这么讲了，那人家问你，那你又怎么不这么说了呢？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你要怎么回答啊？那么夜魔家就说：舍利弗，如果有人这样问我，我就会回答：若尽阿罗汉啊。那他问，那你说，那你前面讲，若尽阿罗汉，身外命中更无所有，就永远不存在了。那现在如果有人在问你，那若尽阿罗汉去哪里了？那你以前都回答不存在，现在你要怎么回答啊？他的意思是这样的。他说若尽阿他要怎么回答？他没有讲存在不存在哦，他讲什么啊？若尽阿罗汉的色无常，无常是苦，苦者极尽，清凉有末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你看他没有讲有跟没有哦，啊，没有讲有跟没有，他就是什么？如果有人来问啊，那你又改变了啊？那以前你讲若尽阿罗汉身坏命中更无所有，现在你不讲更无所有了，你也不讲有也不讲没有，
那你要怎么回答？那因为舍利我要确定他讲的对不对吧？那你现在要怎么回答？那若见阿罗汉去哪里了？如来灭后去哪里？啊，这有人常问啊，如来灭后在还是不在？啊，若见阿罗汉，若见灭后无语涅槃之后，在还不在？你要怎么讲？啊，如果若见阿罗汉，我会这样回答：若见阿罗汉，五蕴是无常的，若见阿罗汉的身心都是无常，无常就是苦的啊。那么他讲苦者极尽，无常是苦啊，苦者极尽清凉永没。那么苦者就是无我的了，那无我就什么极尽清凉永没的了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那么受受想行识也是这样，他说这个苦已经没有了，苦者极尽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苦了，已经离一切苦了。那无常是苦，那么他的色身无常之后他已经离一切苦，那么清凉永没，因为他的身心已经变化，已经身坏命中了嘛。那身心本身就是无常，那无常就苦，但是他已经离一切苦，已经得到极尽清凉啊。那么苦已经彻底的消灭，极灭永没，就是这个苦已经不再升起了，极尽，那已经不再热恼了，不再有那个苦的状态热恼了，那么已经彻底的完全的就近消灭了。所以他说极尽清凉永没啊，这个苦，那苦当然就是无我，他不讲有跟没有了啊。那一般我们的世间思维会落在要不是有要不是没有，但是他已经不讲有跟没有啊。那所以无蕴，他说如果有人来问，我就这样回答啊。舍利弗就说很好很好啊，你终于通了啊。那么夜摩迦，你就是应该要这样回答。所以者，若见阿罗汉色无常，就是我们的色身，不管是不是若见阿罗汉啊，有若见没若见，色身都是无常啊。无常者就是苦啊。那么若无常苦者，就是生灭法啊，它就有生有灭嘛，那苦就会有热闹啊。那么受想行识也是这样，那若见阿罗汉只是这个生灭法灭，那不再生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如果有我就再生了，就有一个要有一个我了啊。所以啊，舍利弗说是法时，夜摩迦比丘，你看正出果了，远程离垢得法眼界啊。你看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啊？这大师出手就是不一样啊！他其他的比丘只会跟你不要这样讲啊，你这样讲诽谤世尊、啊，你都没有跟他讲哪里不对、啊，他没有引导啊！你看这个舍利弗真厉害啊！所以舍利弗去跟阿那律讲也是这样，阿那律修很久没办法解脱，舍利弗就去跟他讲你的问题在哪里啊？他马上就证阿罗汉啊！这真的是，那也要有那个善缘 啊，也要那个善缘。那所以尊者舍利弗与夜摩迦比丘今当说譬，完了他又说一个譬喻啊。他说不智者以譬得解啊，聪明的人啊用譬喻就能够知道，因为有很多话不能够，比如说这一些不能够直接讲，就是出世间的东西很难直接讲清楚，所以用譬喻让你了解，让你深入啊，我们叫做因子得月啊。那到底在哪里，很能跟你讲东西南北在哪里，用手指因譬喻得解。好，那么如长者子，长者子大富多财，广求仆从，善守护财物。这个富家有一个富贵人家啊，这长者那么的儿子啊，长者基本上都是大富长者多了，一般阿含经里面的长者都是大富长者比较多。那么大富多财，广求仆从，善守护财物，很会做生意了啊，那钱赚很多了啊。那么这个帮他做事的人也很多，仆从很多。但是有冤家恶人啊，有一个对他跟他有跟人家结恶缘的啊，所以有冤家恶人。那么诈来亲附为做仆从，因为他去招工嘛啊，就是招很多人来家庭啊，因为以前大户人家都有很多仆从。然后他就有人啊跟他有冤仇，就是假说要去帮他做工啊，那其实是要来伤害他的啊，所以尝试其变啊，就等待机会啊。那么诈来亲附为做仆从啊，就假说要去帮他做工，来他家里面帮他做工，做他的仆人啊。那么晚眠早起，习事左右，谨尽其事，训其言辞，令主意愿啊。你看他
那这个人哦，就是我们说卧底啊。那么他做得比别人好，他比别人还晚睡。一般做工的人是这样的。那他们是仆从啊，对，他比较晚睡觉，而且很早就起来啊。那么四席左右啊，就是主人睡了他才去睡啊，就是很小心的招待的啊。时常听吩咐啊，招待的很，就是服侍的很好了，服侍左右了啊。那么谨敬其事，非常的恭敬，他非常的小心啊，谨敬其事就是非常小心恭敬的做事，训其言辞啊，就是非常的谦卑，而且那么讲话非常的恭敬客气啊，有这种仆从啊，真的是很好啊。那么令这个主人哦都非常的欢喜，欢喜到就把他当什么？当儿子啊，当这个亲戚朋友啊，就当自己的人了、啊。这种人当然久了你会当自己的人了啊。即信不疑，不自反悟，非常相信他啊，而且都没有提防他，因为他也不晓得他心里面讲什么啊。然后手执利刀以断其命，等到他都不防护的时候，因为对他没有戒心了吗？啊，那么就是自己人吗？结果就等到他完全没防护的时候，就拿那个刀啊，就把他杀死了啊。这个夜魔家比丘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比二冤家为长者亲友，非为出使方便，害心常是起变。就是说，这个他的冤家仇人啊。那么他一开始亲近他，去到他家，一开始的心就是要想杀死他的啊，所以常常在等待机会，等待机会。那么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他这个心才没有那个杀死他为止，一直到把他杀死为止啊，那个害他的心才没有。所以是不是非为出使方便，害心常是其变，自其中也。那么就是在他开始接近的时候，那么就一直想要害他，一直到他命中啊，命中才甘愿呢啊。那么而比长者不能觉知至今受害，那这个长者即使死的时候都不晓得啊，或是他要死之前他都不晓得他会被他所杀死，所以他才会死的嘛，是不是？他一点警觉心都没有，所以才会被害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非为就是他是不是这样，他才死的，是不是？他以为他是他的亲友，所以他一点警觉性都没有。那么，但是他一开始来，他不知道他一开始来就是要杀死他的，啊，他的这些都是装出来的。那么这个长者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现在才会死在他的手里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的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舍利弗就跟夜魔家比丘讲啊，那么比长者本知彼人诈侵遇害，擅自防护不受害。假设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是因为不知道他是要来害死他的，所以他才没有防范他。如果这个长者子有防范意识，知道那会防范他啊，那么他是不是就不会死？是的，那么他就不容易受害了。就不会死嘛？啊，是的，舍利弗尊者啊，确实是这样。那么夜魔家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啊，他现在就在这样讲，把这个比喻用到我们一直啊，我们这个无蕴身心，其实就像冤家一样啊，所以如病如痈啊，如痴如痴，其实就是这样啊。中阿含经也讲这样啊，啊，这也是我们给他照顾的好好的啊，又怕他苦，又怕他忍啊，结果他时不时就跟我们闹脾气，最后我们还死在他手里。啊，所以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他说：“愚痴无闻凡夫，于五受因作常想、安稳想、不病想。”啊，所以他要叫你观察如病如痈、如痴如痧嘛。啊，那么我想我所想，那就是当做自己的亲人嘛。啊，那就是我啊。你把他当做自己的最好的，所以你时常的保护他啊，你什么东西都为他想，结果他想的就是怎么杀死你。那么他是一种比喻啦。就是说我们执着在这个我，那这个我啊，一切满足他啊，那么一切照顾他，结果我们轮回就是因为我爱我所爱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啊啊。那你要常常有警觉心啊，诶，你没有有警觉心是什么意思？有警觉心就是我爱我执升起来的时候，你有警觉啊，不要顺着我爱我执走啊啊，你要防范啊，是不是？
你防范的时候你不会顺着我执我爱走啊。啊，你不能完全顺从他。啊，你要提防他。啊，你认为这个就是我这亲人来的没关系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我。你小心啊，你会死在他手上。啊，你堕地狱也是因为这样来的。三恶道理是因为我执我爱太重啊，你越重越容易堕恶道啊。你为了满足他嘛，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啊，那母亲一切都满足他嘛，要什么给他什么嘛。啊，谁打了小孩你就去打他的小孩嘛。啊，那么你一切满足他嘛。啊，结果你就死在他手上。啊，那一样啊，他举这个譬喻啊。啊，所以他其实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我当成是你，好像就是你自己，你执着这个我，那满足我爱，满足我执。啊，那么你不断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你一点警觉性都没有。其实它是无常的，它随时变化的啊。啊，那它一旦无常来的时候，那你不是要因它受苦啊？那这个是你要有那种无我的觉照力啊，无常无我的觉照力，你会因为身心五蕴受苦的觉照力。所以第一个是苦地啊，你要知道我受苦，我轮回，因为就是我有这个身，无有大患为无有身嘛。若无有身，无有何患？哎，老子讲的。啊，你看他基本上你要知道你的苦是由他来的，所以你不能再，你要防范他，你也不是把他杀死啊，但是你不要防范他，你不要有一天被他杀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往底下看。所以你要对这个无蕴身做什么假设？于此无蕴凡夫无蕴无蕴身做常想安稳想啊，你要让他安稳，要让他怎样不变想，我想我所想于无此五受因保持护喜，终为此五受因冤家所害。啊，你就会死在这个我执我爱上，而且会死得很凄惨。我执我爱越重的哦，我执我爱越重的，造的业越重，你后的受的苦就越多。所以你不要只是顺着自己喜欢，啊，那违逆自己的，违逆我的，啊，我就很嗔恨；顺着我的，我很欢喜。那糟糕了啊！你的贪嗔就是不断这样长养起来。那当然，你也不能说，那我现在及早把你了结了啊？不是 啊，那也不行啊。那你又借他来修行啊？啊，那工作没人做啊？啊，那你还没证悟我之前啊，你也不是啊，要叫你起冤家想，是对治那一些比较贪爱重的人啊，就是贪爱重的人。那你不要看着每天看着自己讨厌自己，那也不行哦。啊，那也不行，你就是我的冤家，回去照镜子，你这个冤家啊，那也不需要这样啊。那么你常常要害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那人家一定会，你觉得你精神有问题啊？他只是对治，用譬喻得解啊，你不要又把他想错了啊，想到佛说这个是冤家啊，那我要尽早了结你啊，不要让你受害，那你自己害死自己，那反而是糟糕啊，就好像修不进关，修到要自己了结自己一样。不是这样的，叫你如病如庸，这是对治你那个烦恼比较重的，我执比较重的啊，就是不要太自私啦，不要太为我爱满足我，就是你的所有努力不是为了满足私欲，满足我爱啊，要符合我见，不是这样，那我见就容易跟人家斗争啊，那既是这样，我爱也是这样。啊，我爱就是容易造作恶业，推动嘛，所以无名行，然后四名色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，啊，那么假设啊，如果他这样想，于此无蕴凡夫这样想，终为此五受因冤家所害，如彼长者为诈亲冤家所害而不觉知，你以为这个是你，其实不是啊，其实不是，但是你以为一直以为这个就是我。啊，不断的守护他，保护他，利益他，满足他，结果最终他要走的时候，啊，你不甘不愿；他要坏的时候，你不甘不愿。啊，你造了很多恶业，啊，那其实这个是就像啊，你把他当做你的儿子好了，啊，你所有人满足他，造了很多恶业，结果你受苦。啊，那么夜魔家多闻圣弟子于此无受因，啊，反过来说啊，他就是于此无闻凡夫跟多闻圣弟子做比较了，啊，那么。就是如果我们这样来看，就是愚痴无闻凡夫跟智慧多闻圣弟子，但是经典里面都是讲多闻圣弟子而已，那其实就是智慧多闻圣弟子，因为反过来说嘛，愚痴无闻凡夫，智慧多闻圣弟子，
那么以此五受因观察，如病如痈如刺如杀啊，你看，所以他要叫你，为什么要叫你观？你看五蕴有几种观法，第一个就是最初的，就是如病如痈如刺如杀，就好像观这个身不净一样啊，对治的如病如痈如刺如杀啊，然后再观什么啊？观这个受受想行识啊，那么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啊，非即应我，非离应我。那不是不相干，然后或者次第的观，色如聚墨，受如所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事如幻化，从这里，那么总的来讲，其实就是无常、无空、无我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他这里你看，你看嘛，合起来讲，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，那么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无我所，那么你这样去观察啊，这里就讲了两种啊，那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是基本上。是比较常说的。那另外就是啊，前面也有讲，前面讲什么啊？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。那再加上，如果再加上一个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事如幻化啊，就对无我的观法都在里面了。好，那么举此五受因，不着不受，不受故不着，不着故自觉涅槃。所以你不执取啊，那么不受啊，那么。因为不受故不着啊，那不着故就自觉涅槃。你不再执着有我，即使维系的执着都没有，那么你就证涅槃了啊，你就有涅槃智了啊。那涅槃有两种，生还没坏，命还没终之前叫做有余涅槃，生坏命终叫做无余涅槃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不着故自觉涅槃，那么你会这样讲，就涅槃就有涅槃之见嘛。解脱嘛，就得解脱嘛，自心得解脱嘛，解脱就有解脱之见。那么我身已尽，犯任以利，所作以作，那么不受后有啊，自知不受后有啊，自知自见。尊者舍利佛说是法时，厌魔迦比丘啊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啊。那他剪一个 P， 证阿罗汉了。你看，我们就会觉得怎么都这么容易哈、啊。说不定你遇见舍利佛的时候，下一次啊，那你遇见舍利佛的时候啊，那当然类似像舍利佛这种人的时候，那你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但是人家也是过去中累劫修行来的，说不定从迦摄佛的时候就开始修了。你要知道，释迦佛从南传的讲啊，那么从迦摄佛就开始修，迦摄佛是两万岁了。啊、那如果你要看哦，我们来讲这个，稍微讲一下这件事。南传的说，部派的说，最早期的说法啊，也不是南传了，就是早期的说啊，释迦佛是在啊，我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如来啊，释迦佛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发行的。那如果大圣经典的话更远了，燃灯佛啊，燃灯佛他在证悟生发了，现在在成佛呢，哎，那也很久呢。你要知道，燃灯佛是前面往前算四十几尊佛，我们从迦摄佛算就好了。迦摄佛时代，迦摄佛人寿两万岁，人寿两万岁啊，然后变成一万九千啊，一百年减一岁啊，一百年减一岁哦，啊，减啊，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啊，就一百年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就好像佛时代是一百岁，那现在过两千五百年减了二十五岁，现在人的寿命平均七十五岁啊，类似像这样啊，要过两千五百年这样哦。那你看减这样哦，这样减哦，啊，你看佛时代到现在两千五百年了，减了二十五岁，减到十岁，又从十岁加到八万四千岁。那他从两万岁减，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一百岁。哎，你看过多少年呢？人家这过多少年不是坐在那边等呢？这多少人都在修行呢？这多少人都在修行，修了这么久。才在菩提树下看见流星成佛呢，你以为哦？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你说，哎呀，看见他也没有听啊，他没有听啊，他没有人跟他讲啊，啊，你看他修那么久呢，那你看那个焰魔家，他虽然是邪见，但是他为什么可以遇见舍利佛？对呀，因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他也许以前舍利佛过去做比丘的时候帮助过他嘛。供养过他嘛，护持过他嘛，啊，那跟他结过善缘，那基本上都是这样啊，啊，那他也他也
他也努力过自己这样善根，我们说嘛，第一个要善根成熟，你的善根不成熟不行啊，佛来都不行啊，我告诉你，佛来都不行啊。那你的善根虽然成熟，你没有善缘啊，他也没有办法住其成熟，他就没那么快，他就会慢一点，他就会慢一点哦。啊，那如果他没有证出果，他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证，不知道、哦。那如果证了出果，那么他最慢会有七次哦，最快一下子就好了，几分钟过。你看，这个舍利佛让焰摩家证出果之后，再讲一个譬喻，给你二十分钟好不好？二十分钟就证阿罗汉了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可以？他有善根，他有善缘，基本上这样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叫大家要常常要广结善缘。要深解，要思维，深解法缘要靠如理思维，广结善缘要布施持戒忍辱，不结恶要靠这个啊。那么你要有定，你要有定才能够引发无漏慧，就是你的心常常面对境界的时候不攀缘，那么不起特殊的变化，稳定心时常保持在稳定的状态，面对境界的变化如是如是，它生灭它生灭，但是你的内心就算有波幅，小小的波动而已，啊，那你，当你的情绪容易激动的话，你离道非常远，啊，你动不动欢喜就啊，欢喜就乐不可支，那么生气就是怒不可抑，啊，那你哪有办法？那这样不行哦，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心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心，那所以你没有这种能力。你的心没有力量的，你的心没力量，你那个都是烦恼的力量啊！所以你基本上要从这个稳定做起。你看人家也不是，你说那怎么？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看很多佛教的故事，我也常常会这样想：那个耶舍室友，你说他们证阿罗汉就算了，回去找他们的叔叔伯伯阿姨来，五十个人全部证阿罗汉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些人也没有学习过佛法。也没有学习过佛法啊，他只是跟他讲：“哇，我遇见一个圣者，多厉害，多厉害！你们要不要跟我去？有兴趣的人去了，五十个人，叔叔伯伯阿姨啊，那也要去了。他听了，他想要去呀、啊。他也许找了一百个，有五十个去了啊。他也不是所有找的人都去哦啊，有的人也不去啊。但是会去的人全部证阿罗汉。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有这么容易的吗？后来你看看。”释迦佛在迦摄佛的时代发心，如果能登佛证无生法忍，到这边已经很远了哦。我们就迦摄佛的时代，那么一直到现在一百岁，你看一百年减一岁呢？如果我们仔细算，要经过多少年呢？啊，那你以为我们这边有些人也许也可以啊，老实讲，啊，有些人善根成熟，也许他这样听他就可以啊。那有些人就不行，他就会渐渐深入。那我们说过嘛，行不行，他都有因缘的嘛。啊，那你要从哪里培养自己起来？所以你要现在就要好好的思维缘起无我的道理。如果你现在不思维，那你后面更麻烦。那你现在要让这个法缘善根成熟，善根其实就是这个智慧。你要让那个智慧的火保存着这个智慧的火种，然后不断又要给它添油，啊，让它时常保持亮的，就是觉照嘛。然后觉照你要思维。止跟观而已嘛，那你一部分在熄灭烦恼这一部分啊，就是你那个火要保持燃烧。第一个，那个风不能太大了，你那个散乱心太大没办法啊。那个水不要让它浸湿嘛，啊，那个木材要常常添嘛，啊，所以你要常常长养善根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那个正出果的，或是这个开悟的人，水边林下长养圣胎，有没有啊？一样啊，一样是这样啊。那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圣胎，但是即使是这样，那我们不断长养圣胎也会有啊。真的，你要相信是这样的，你就不断思维缘起，不知道缘起就不知道佛法，因为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。那么你真正知道缘起，就是我们跟你讲，你不管是眼睛闭着思维，或是眼睛张开观察，都是缘起。你要做到这样的啊，眼睛张开，眼睛闭着，站着坐着。有人有境界没境界，有人没人，有事没事，有病没病，你都会从缘起去观察，这个时候就深入了。那你要做到这样，那你无常不是啊？受苦的时候才无常，快乐的时候哦，无常不见了啊？那这样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真的这样没办法啊，这样没办法，要让你受苦，你才知道无常。
不是无常，不是苦，无常不一定是苦啊。但是因为我们执着常，无常才会变成苦。世间本来就无常的啊，没有什么苦不苦的啦。因为你执着，它才成为苦啊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变化了。好，所以这里说到啊，这个夜摩迦比丘啊，那么舍利弗在这跟他讲个譬喻啊，那基本上这样讲也不用十分钟到二十分钟了。那么他又如理思维就去想啊，那么就已经什么不起诸漏，一切烦恼都不起了，心得解脱，基本上这个就是什么证阿罗汉了，证阿罗汉啊。所以是这个舍利弗为夜摩迦说法四教造行啊，那么从坐而起，那夜摩迦就是直取这个断灭啊，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我才会生坏命中无所有啊，所以他说正见世间解，不生世间无见，他生了世间无见了。那么所以啊，那基本上是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为我，那么才会升起断灭，因为色受想行识为我，所以生坏命中他就无所有嘛，那自然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啊一七二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七三经。那么有一天啊，佛在竹林精舍。一七三经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仙女。那么这个外道出家的叫做仙女，那他以前啊，他以前是苦行外道的，苦行外道有持果戒啊，那么曾经就是这个仙女曾经就是也是苦行裸体外道，那么有持果戒啊，牛戒果戒，就学狗学牛学马啊，学鸡啊，鸡戒牛戒果戒马戒非常多，学这些动物。那么来忆佛手，那么恭敬问讯于一面坐，那么白佛言：世尊，先一日死。那么先就是之前过去，那么若沙门婆罗门若遮啊，不是，他是个外道出家，若遮罗家，那遮罗家是居无定所的游行僧，那叫做遮罗家，就是他是游行僧啊，他没有固定一个地方住，游方僧啊。那么外道也有啊，但是佛教也有啊。若出家，给予西游讲堂啊。那么西游讲堂是这个西游是这个树木是比较珍贵的树木啊，比邻西游叫做西游讲堂。那么很多外道，大部分很多外道都聚集在那个西游讲堂那边论辩辩论了。所以这个西游讲堂也蛮有名啊。那么有很多游方僧啊，那有些外道都在那里啊，都在那个森林里面。他那里没有，那里其实没有讲堂啊，这是一个森林一块地方，那么一个广场，然后大家在那边，很多外道在那边论议，在王舍城附近啊，在王舍城的这些附近，那么有时候在那边举行一些宗教仪式、祭祀典礼啊。那这个是西游讲堂，如是亦称。就是先一日死，就是前一天啊，那么有一些外道啊，有一些游方僧啊，那这个沙门就是那时候的外道啊，那有婆罗门，那有一些游方僧啊，那都聚集在那里。那么他们这样讲，因为有很多出家人聚集在一起啊，那这些出家是有些是外道，有些是婆罗门的，那有一些是在家不一定啊，那都聚集在那里啊，因为是各个地方来的嘛。那么有各个不同的沙门婆罗门啊，都聚集在那里。那么他们这样讲，如是亦称，就是他们的道理啊。他们这样讲，富兰那迦舍啊，为大众主，五百弟子前后围绕。讲到六世外道了啊。那么一般叫做富兰迦舍啊，那富兰那，那么是大众主啊，就是他有一个僧团，那他是领导。他是就好像佛教僧团里面以佛为主一样，那这个
布兰纳的僧团啊，布兰加瑟，布兰加瑟是无因论的啊，那么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的啊。那你在恒河南边啊，杀生，在恒河北边布施啊，没有善业，没有业报的。那佛陀讲的世间四种正见，多数都是为这些外道啊，要厘清，先厘清外道错误的观念啊，就是这些戒禁起见啊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啊，无因论啊，那这一些的。那么先立世间正见，那么再立出世间正见，即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他说那有500弟子，五百意思是很多的意思，经典里面讲的500不一定是500，不一定是500，多数是很多的意思。比如说比丘尼有500戒，500条戒，其实只有348，这四分率来讲，那500人都是意思是很多。那么其中有极聪慧者，有顿根者，及其命中悉不计说其往生处。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六世外道他们的这一些教主都很厉害，但是啊，也有聪明的，也有愚钝的，但是都没有问，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死后身外命中后，这些外道教主都没有再说他弟子去哪里去哪里的问题，没有受记了，他去了哪里去了哪里。那佛教里面佛陀有，但也不是每个人这样的。那所以因为佛教里面很多有这种观念，所以你看那个地藏经，婆罗门女啊，在释迦王佛的时代，他的母亲死了啊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相法了，婆罗门女已经就是释迦王佛已经不在了，那么他就想问那他的母亲去了哪里，可是已经不在了嘛，所以他就哭嘛，所以那个释迦王佛就现在空中跟他讲啊，就变成这样。好，那么一般像佛教里面啊，阿难经里面你很常见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啊，那个入住优婆夷啊，他的叔叔跟他的爸爸啊，那修行往生了之后，他就会问，那他们这样修行，那佛陀会有时候会跟人家受记，那么他们去了哪里啊？他们证恶果。那么生多少天，会这样问，会这样讲。那因为佛陀常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他们就在论啊，这个富罗那他有500弟子啊，那个弟子有聪明的，有不聪明的，但是这些弟子不管谁身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，他也没有说他往生到哪里去，往生就是死后生到哪里，所以悉不计说其往生处啊，后面啊，莫加里啊，这一些也是一样啊。这我们因为时间到，我们就先讲到啊，富兰那就好了。好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